关系，未能出席今晚考试，总院将派两名代表出席他们六月的考试。先让我们介绍今晚的主考员，他们是助理总教练曾宝国先生、马六甲兼基德教练叶文强先生。先请全体学员列队宣誓本派派规。叶文强代表宣誓 ，Declaration by all members。我们接队，我们接队，遵守本派派规，遵守本派派规。一，威严武断，威严武断。二，无私正义，无私正义。三，不可辞职离任，不可辞职离任。四，四，尊敬市长，尊敬市长。五，五，与外同门，与外同门。谢谢。现在是全体操 ，warming up exercise， 由叶文强先生负责。Oh!
Go!
很热。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Thank you.
省广化设计所考的是两档扩龙纲。
号谢逸峰，23号韩世明，24号邓昭安，25号王若平，及26号梁整美。这些考生都是总院级。总院的教练是沈宝华先生。清楚考清高，他们所考的是青年拳，口令沈宝林。Thank you.
是侯金富。45号吴台发45号。
旧金山46号陈继忠刘兴盛51号蔡楚全他们所考的是新年全对策负责调练神保法场地关系我们先由两组出场考试
下。现在是运气闭穴，好了。
文度分析的人千万不能够轻易尝试，这些需要时间来练习的。Thank you.
的主考员之一。
是东北人吧？我那么多毛病，我是快乐，我哦，呀！反复几个，反复几个，
有兴趣参加武术南华南。